第八个是无为空。若立有为，无为不可得故啊。立有为啊，无为跟有为是对立而产生的一个抽象概念，在白法明门里面叫做不相应行法，相对产生的概念。如果有为没有了，无为也就没有了，也就不可得了。那么诸佛菩萨立有为，他是怎么个立法？离对有为法的执着，离对有为法的分别，离对有为法的起心动念。这叫真理呀，这叫立有为法了。有为法在不在呢？在。那在你为什么要离呢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你可以欣赏它，你可以受用它，你没有办法得到它，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假的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电视的画面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电视画面是有为法，你知道是它是假的，你对它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占有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立，这叫无为法。所以说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个意思你就懂了。